一些很奇怪的现象你经常遇到，但是没有特地留心过。比如在太阳下的影子慢慢靠近，比如两根手指慢慢靠近，这些影子在还没有挨到一起的时候却神秘地连接到一起，那这是为什么呢？答案是影子，确切地说是另外一个神秘的影子，半影。手电筒照在球上留下影子，中间部分完全遮挡了光线产生的，叫做本影，也就是大家说的影子。另外一部分影子是不完全遮挡了光线产生的，叫做半影。当我们看到两个物体的影子慢慢靠近时，并不仅是我们想象的两个半影重叠变暗，而是他们的半影里没有被完全遮挡的那部分光线，越来越多的被对方物体遮挡，让半影变得更暗。当半影里的光线几乎被对方物体完全遮挡时，半影变得和本影一样暗，看起来就像两个影子被胶水粘在一起。这个现象叫做阴影水泡效应或黑滴效应。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谢谢观看。